大家好，这里是纽约，而相隔大西洋另一边的国家爱尔兰的首都是都柏林。在此刻，不同的两地，不同的时空，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时空之窗，两地的人民可以互相给对方一个实时的打招呼。这感觉真棒。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女孩举着牌子写着 Let's see your doggy dog， 意思就是说都柏林，让我们看一下你们的嘻哈舞吧。可惜这边这个大男孩表示他好像不会跳舞哦。